好啦，你大聲啲，你話我係九號陳。係啦，嗰下陳甜甜。一齊做。嗰下陳甜甜。係。大家好，我係十號吳子靖。你兩個冇諗過會成為即係投票裏邊最高嗰五位啊？阿甜甜你講先。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会成为投票的前五？我先用普通话回答吧，因为我担心我的粤语不是很好，好好希望大家见谅。我有在努力学，但你都要，系啊，但你都要，你都系你试下啦，你试下啦，你整错嗰时都唔可以讲普通话，系啊，好，可以尝试一下嘛？可以，可以，可以，尝试。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喜爱，我希望接下来一路网友能够，我希望接下来一路网友能够看着我的粤语不断的进步。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能成为投票数最多，其实因为我有看过。怎么要变成国语的？你好夾硬逼人哋啦，講唔到啊。OK， 你進步，睇住你進步，係進步，跟住咧。其实我有看过，就是我有睇过网友对我嘅评价。网友讲我广东话跟曹总学的，就是广东话是跟曹总学的。跟曹你嘅广TVB 的曹总，系啦系啦。就話佢唔鬧你咯，唔係就笑。唔係啊，網友話。網友話。網友啊！網友話我哋聽唔到。Sorry， 我多努力。就是我有看過網友對我的評價，廣東話是跟曹總學的。對。我就是首先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很差評，然後我其實聽詢大家的意見，走一個搞笑美女的路線也是可以的。然後。咁啊，睇下。其实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我是很喜欢影相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相。那你有没有吸烟的这个习惯？是不是有吸烟？没有啊。其实哦，系啊，呢个好好玩啊！就系睇到嗰个抖音上面好多人咁学习一下。学咩啊？抖音，抖音。就系抖音上面好多人系咁玩嘅嘛。玩烟啊？系啊。咩嚟？我唔知。都冇点上嘛，就系玩一下，即系玩一下。又系玩一下呢張，呢個係做咩？哦，呢個係揭起件衫，健身啊！我覺得自己好 fit 嘛。上邊有衫嘅，有衫嘅係唔係？都係有衫嘅。哦，你係諗住展示腹肌？係啊。哦 ，OK OK。你而家係咪都有腹肌啊？而家我之後俾你睇下。哦，有冇少少失望啊？都冇啦。咁可能系嗰时我自己冇准备好啲相，有可能影得唔靓啦，同埋我啲vlog 啊，可能都冇其他啲佳丽做得咁好啦。所以希望下次继续努力啦。但系我系讲你嘅派噶咯，你心情如何？紧张。有冇信心啊？自己？还可以。邊樣緊張啲啊？今次選咩緊張啲啊？緊張啲啊？定係咩事緊張啲啊？都緊張。咁即係因為有選美經驗啊嘛，咁會唔會入唔到？即係最受歡迎講叫做攞五強嗰啲失望？都唔會嘅。咁但係嗰五個女仔入到圍嘅話，咁可能佢哋都有好多優點啦。咁我覺得我哋可以互相學習咯。新人有啲咩可以分享？我覺得最緊要喺比賽當晚咧，就要更加即係要顯示得你好有自信啦，即係要有多啲笑容，咁就唔好驚，最緊要淡定，同埋放開自己，享受個舞台最緊要。我想問下你個身高，我身高係159 cm， 五尺幾？五尺二寸半，好似係。會唔會身高都係爭啲跌落台嗰啲？係，發生啲咩事啊？因為個台咧唔係好平啊，所以我哋彩排嘅時候都有好多佳麗，
大聲啲。因為個台咧唔係好平啊，所以咧即係行嘅時候都成日都會棘一棘。彩排已經試過啦。彩排有其他人試過啦，即係我未試過嘅。但係頭先正式嘅時候就係啦。有冇驚啊？棘一棘嗰陣時。少少啦，不過即刻就調整翻嘅。有冇諗過如果跌咗落台會點？哇！我會即刻行翻上去咯，因為唔想影響到後面啲人咯，係啊。咁佢有冇半緊張嘅比賽？緊張，好緊張。最擔心自己邊方面，或者有咩要提示？除咗著口罩，覺得大聲啲。我覺得要改善很多，因為第一次面對這些大型的活動，所以要慢慢訓練咯，要慢慢訓練。即是不習慣我們暫時未習慣。其次呢，我認為這個成就不單單是屬於我的，我成就。成就。我認為都是屬於支持我的人的，所以我會繼續加油，成為更好的自己。咁我都非常之開心同埋榮幸啦，可以有一班投我票嘅網友啦，我都非常之開心嘅，我都冇諗過大家會咁支持我啦。收穫咗大家咁多嘅愛咧，我就一定會再俾足12分精神，繼續嚴陣以待，努力唔辜負佢哋嘅期望。咁我都係感到非常開心啦。咁我都係感到，我都係覺得非常開心啦。咁我想喺呢度同大家講多謝大家嘅支持。嗯。我講嗎？依個，我認為如果成為一個叫咩嚟㗎？嗰個大眾公眾人物。我認為成為一個公眾人物。我認為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之後，post 任何嘢都要小心啲，小心啲咯，係。所以依個都係自己嘅事情，同埋依個都係係啊，依個都係自己嘅事情。如果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之外，之後啊，我個粵語口出啊，你好緊張啊，我想。聽得明，聽得明，聽得明，聽得明。唔使緊張，好，你講下你自己點睇啊？我自己覺得除咗參選香港小姐要分外小心之餘，咁平時都要小心啲嘅。畢竟有好多人望住噶嘛，呢啲社交平台係公開噶嘛，咁所以我覺得都要注意自己嘅形象，要有一個正面啲、積極啲嘅 image 會好啲啦。但因為之前係咪都有啲你組個女組個女團嗰啲寫真泳衣相啊？我都想藉此澄清翻咧，就係其實唔係組個女團，我都冇出過道嘅。其實嗰啲就係、因為依家好多人中意 K-pop， 有留意 K-pop， 聽一啲好多唔同嘅韓國嘅歌啦。咁都係一班我嘅好朋友啦，一班中意跳舞嘅好朋友圍埋一齊去 cover 下一啲 K-pop 嘅歌咯，就唔算係出道，同埋都唔算係女團咯。咁有冇影過寫真？其實那個寫真我自己就是首先它是陽光積極的啦，都不是一些很色情、很裸露的相啦。其次就是我覺得，因為我哋嗰陣時影咧，都係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好朋友嚟嘅，同其他女仔都係一班女仔好 casual 咁樣，一起去海灘影靚相、打下卡咁樣咯，即係就唔係話係一啲唔好嘅嘢咯。海鮮賄選啊，即係話恰嘅問題啊，咁就令到佢哋冇得機會進身嘅比賽。
之前我想都有問過合約問題的，咁合約呢其實有好都有一些佳麗呢，他們本身其實已經有些合約在身了，他們已經有些合約在身呢，是不能夠再跟我們參加我簽我們那份合約咯。他們有些都很俾心機，很想去解決合約的問題，但是那些合約的問題一定要他們自己解決，解決不到就即沒辦法咯。我們香港小姐的合約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的，所以是有些可惜，但是我覺得都冇辦法啦，係嘛？但係有啲佳麗就話爆退損潮，因為反映翻個合約條例比較辣啊，覺得會唔會可能係啦？你哋你點睇？會唔會可能有機會即係之後將個合約放寬少少，係啦，等多啲人可以參加到？嗱，其實有啲佳麗嚟選嘅時候咧，我哋其實睇到佢嘅 background 或者佢哋嘅情況，我哋都其實都預咗佢哋可能有啲佳麗會講咁嘅情況嘅。但係我哋嘅合約咁多年嚟都係咁，咁我哋覺得咁多年嚟，因為我哋真係放咗好多資源，同埋真係希望真係選一個係真係可以代表香港去即係做香港嘅大使。咁其實我哋都好喺合約裏面係真係有啲嚴格嘅。咁即係我哋一定要選一個真係有心，真係想係為香港做翻一啲嘢嘅細佬哥。咁所以我哋嘅合約我哋自己再三即係我哋自己同我哋嘅法律部再睇過，我哋覺得我哋都係keep 翻我哋而家咁嘅合約。咁我覺得咁多年嚟都冇問題。咁我哋覺得希望之後都冇問題，尤其是你再有講話有啲係話有退選潮嗰啲，其實佢解決唔到佢啲合約問題，係啦，變咗話叫退。